最后一个影片，我们来看一下拜登不知道在指控谁。我不知道怎么回应这个人，这个人 他到底在跟谁说话？他到底在气什么啊？他就只是在台上嘶吼，然后没有人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对啊，正在缺粮啊，但是你在呛谁？你是总统哎、欸，人民现在没饭吃了，连食物放到后车厢都是问题了。对啊，首先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啊？但是就算有真的有发生，对啊，领导，这不就是你搞的吗？这不就是你要带领我们回到国际舞台，再创美国梦，对不对？那些 MAGA 的人，对 MAGA 的人就是在说，如果我们美国小孩没奶喝的话，就好棒棒。我觉得很奇怪，我们照道理说是最强大、最先进、最有钱的国家，然后我们的婴儿没奶喝，这个人忘记他才是总统了吗？就跟台湾那个时候蔡英文连任成功，然后去参加总统府前面的抗议游行一样，你是要抗议谁？你就是总统啊！会停电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用爱发电啊！难道这些政治人物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吗？我可以了解说，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要清楚的就是自己的政敌，他们要的就是权力。上个星期 Felicia 的新闻里面也提到说，芝加哥的市长 Lori Lightfoot 要民众武装起来，但是芝加哥已经被你禁枪啦。政府永远都会做对政府好的事情，就像乌克兰被侵略前，人民不应该有枪支，政府保护你就好。一被侵略，赶快一人拿一把，你们要保护你们的国家，没有国哪有家。日本政府明治维新的时候执行禁刀令，人民不应该有刀，不应该有武器，武士是过时的时代，我们现在文明了，我们不需要武士了。二战一开打，你看我们的祖先都是武士，他们都是战士，你们日本人都是武士之后，一起起来打造大东亚共荣圈。国民党当时说要反攻大陆的时候，说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放弃反攻大陆了之后，有枪全部都是枪击要犯，很危险，全部抓起来枪毙，全部是反政府。中国共产党要起来革命的时候，说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上海封城了之后禁自己的国歌，所有的政府都是人民的敌人，所有的政府都是要打压而且利用自己的人民来去达到他们想做的事情，美国政府也不例外，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然后弗利夏帮我念这一段啊，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那时候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好长哦。我们的世代不可能没有王，因为耶和华不会应许我们。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变得更独立，更脱离这些王的系统，而且帮助更多人能脱离王来得到自由。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有一半是王的打手的话，
那我们就真的要好好考虑了，不但要脱离王，还要脱离那些愚蠢的人。特别是当我们的王做了一堆蠢事，还在台上骂自己，却把所有的错误都归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 Just a thought。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Ethan， 更多美国情报请持续关注 AI News。 南加儿童合唱团现在开始报名了。南加儿童合唱团成立于1998年，曾到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特区、夏威夷等多处演出，并参与国内外各大音乐节，荣获各大奖项，均取得优异成绩。从即刻起接受报名，课程均由专业指挥教师指导，5月22号前报名都有特别优惠。新一季将在6月11号开课，每个星期六下午有分4到8岁、9到12岁以及13至18岁不同年龄段的课程培训，欢迎打电话626-779-6767报名咨询，或是登录网站填写资料报名。记住，在报名的时候，请告诉他们你是看到 AI News 来报名的，会有一部分款项特别赞助到我们的施工哦。也欢迎各位在5月21号的时候莅临现场，聆听南加儿童合唱团第23周年音乐会，地址在天普市的以马内利宣社会，5月21号下午4点钟，期待你的到来。